关注着你的每次冒险。嘿，你好，让我瞧瞧你的状态很好。不过，你可不能让你在试炼中赤手空拳地面对巨兽。 让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哈克阁下，游骑兵团的资深教官。你可以在他这里进行武器战斗。立正。不过在我看来，你还远没有准备。战场上可容我命令你。
选择你要使用的武器，然后向我回报。挑选好武器了吗？记住，光说不练假把式，拿起你的武器，训练要开始了。表现不过，我要提醒你，现在去找军需商人领取你的。请跟我这边走，我们去军需商和锻造大师那里吧。哦，看您这飒爽的英姿，一定是加入游骑兵的新秀吧？在下霍伯马洛先生是本地最著名的奸商。和他交易哦，没错没错，我相信。小鬼，游骑兵的装备你可没那么容易啊！忘了跟您介绍，这位是游骑兵锻造大师尼尔森大师。小鬼，我要看打造新兵。听着，路上小尼尔森，祝您好运，获得了足够的材料后再回来找我们吧。你是即将接受试炼的新，我的职责是发布进荒野，是因为栖居在只有全副武装的战士。了解了，不，请放心，有我在，你不会出事的。我们出发吧。
您平安回来了，接下来请。我能听见你在说什么，臭小子，我不聋。小鬼，接下来。看上去不错，当你站夏妮小那位大人可不好瞧，我相信您一定可以通过试炼的，我期待着与您在未来的合作。你的样子可真不赖，哼，在我看来这位是游骑兵战士伊迪斯，他你说谁，可不要小瞧伊迪，闲话扯得差不多。伊迪祝你成功，请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啊，真是磨蹭，巨兽可不还没有见过巨兽，拜他们所赐，游骑兵，所以你去向卡桑德拉申请进入荒野吧，战斗中机灵点。